我是傲风，也是秦城著名的废物七少爷。作者风行烈，三十刻度工作室精心制作。第四十四集。反观傲风，却是丝毫没有用到兵器，他就像是有未卜先知的本事，非同一般的幸运，经过的地方几乎没有食人藤的出没，就算有也能轻而易举地凭借着轻盈至极的古怪步伐堪堪避开。走了一段时间，傲风这个实力最弱的才是几人之中最不狼狈的，精致的斗篷长袍完美依旧，一点损伤都没有，让几人啧啧称奇。不过帝国学院所招收的的确都是天才，这几人天赋过人，实力不弱，适应性也非常强，欠缺的只是经验。很快的，食人藤便再难轻易将他们缠住，就算是被缠住也会迅速砍开。可是让墨竹三人惊奇的是，似乎他们再怎么提升速度，也还是无法超过遥遥领先的傲风。傲风那如幽灵般的速度仿佛是随着他们的快慢而改变的，他们快他就走得快，他们慢他便也放慢速度。该死的，我为什么追不上这个乡巴佬？我的实力明明比他强啊。于凡发现追死了追不上傲风，几乎呕死。追云哥哥好厉害呀，从开始到现在他的身体都没有出过斗篷呢。莫灵终于又发现了一项惊人的事实，不由得轻声呼道，心里却在怀疑，追云哥哥真的只是七剑幻师吗？真的，果然还是那么优雅迷人。莫竹啊，若是让他到了卡洛尔帝都，你的帝都第一公子之名怕是要让人了。苏剑一边跑一边笑着说道。莫竹看着傲风，森林里的夜风吹拂着他的发丝，精致的俊脸英气逼人，红唇紧抿，冷酷之中透着致命的性感，黑色长袍迎风而动，勾勒出包裹在其中禁兽身体的一部分线条，银色月华洒在他身上，自然和谐。不知不觉他竟然呆了，好不容易回过神才红着脸低下头去，声音小得像蚊子叫，我怎么能和他比呢？他话没说完，前方的傲风却突然停了下来，几人一愣，接二连三地来到傲风旁边，却见罗斯也微蹙眉头停住了马车。追云，又有什么问题吗？苏剑走上前问。不知不觉，通晓森林危险的傲风在他们心中已经占了主导的地位，尽管他只是个七剑幻师。有魔兽来了。傲风侧耳聆听了一阵，脸色变得凝重几分，而且是一大圈。听那远处隆隆的声音，并不是天空飞行的魔兽，脚步极其粗重，也不可能是轻盈的狼群。傲风心中一凛，已经猜测到十有八九是遇到了素有日不落杀手之称、分布最为广泛的森林野猪。在刚刚一番赶路吃了些森林的苦头后，几个年轻人都不再是一副天大地大我最大的心态了，意识到日不落大森林的危险，每一个人的神经都紧绷起来，连素来自大的于凡也没有例外。罗斯赞赏地看了傲风一眼，刚刚的一切情况他都看在眼里，心里一直在暗惊，没想到这个七少爷还真不错呢，连他都有些看不透他真正的实力了，反正至少不比这个年轻天才小队的第一墨竹差，五感的敏锐更是可怕，居然能和他一起发现危机。是森林野猪，这些危险的魔兽不比食人藤那么温和，你们可要小心了。罗斯一把抽出重剑，枪的一声插在身前的地面上，一股浓郁的剑气从手中注入剑身，以剑为引，出现了一道斗气壁障，将整个马车包裹在其中。
不比食人藤那么温和。听闻此言的几人面面相觑，欲哭无泪。大叔，你这不是在故意吓我们吗？连温和的东西都那么可怕，这危险的魔兽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呀？几人模样惶恐，罗斯反而轻松得很。虽然是第一次和魔兽实战，不过也别那么紧张。森林野猪普遍都是六星魔兽，如果顶不住了，回到我的斗气罩中就安全了，千万别勉强自己。追远，刚刚你是第一个到的，喏，这是给你的奖励。乌黑光芒一闪，一样东西看着傲风抛了过来，傲风伸手一接，五指便如接触到一块寒冰，一握看去，却是一把漆黑无光的质朴短刃弯刀。乌铁，傲风吃惊的一挥，刀刃在虚空中划过一道弧线，甚至还留下了几缕残影，心中一阵欣喜。他正愁没有什么趁手兵器，没想到罗斯居然就送给了他一样。这乌铁的武器极为贵重，锋利坚硬，切金断玉，实在是不可多得的极品兵刃。乌铁弯刀，唤名破军。罗斯点了点头，淡淡笑道：师父，你好偏心啊，上回我找你要乌铁兵器你都不给。苏建郁闷地抱怨道：一把乌铁短刃在市场上有价无货，并不是钱的问题，这连墨竹兄妹都觉得有些羡慕。不是我不给，谁让你没追上追云呢？要么这回再比试比试，我这里还有一样好东西。罗斯呵呵一笑，手上一晃，从空间戒指里取出另一样兵刃，一把又轻又薄的黑色长软剑。这也是乌铁打造，工艺轻巧，平常可以别在腰间，看起来就似一条腰带，不但有剑的锋利，还有鞭的灵巧，用的趁手可谓无往而不利，唤名禅意。想要它的话，就拿出些本事来吧，你们不都是年轻一代的天才吗？罗斯一边对几人说着，一边对着傲风一眨眼睛。察觉到罗斯的偏袒栽培之意，傲风目光一顿，向后者投去一个感激的眼神。罗斯微微一笑，机不可察地点点头。他明白这个七少爷不喜多言的秉性，冷酷如他能露出这样的神色，就表示他对那件事情已经很上心了。名剑理应赠英雄，身为圣剑，罗斯欣赏强者，和傲风几次接触看来，这小家伙不论心智实力都是上佳之选，潜力无限。如此璞玉，他也不介意在成长的道路上帮他一把，顺便鞭策一下自己那个不成器的徒弟。本集结束了，拜。